叫我一声。阿木，阿木，宋公子，我能听到了。修大哥，你起了吗？修大哥，我进来了。仲浩疑心颇重，你在他身边坐了这么久还没被察觉，做得好。属下只是奉命行事，不敢鞠躬。当年若不是国师，属下早就死了。属下的命就是国师的，无论国师让属下做什么，属下都肝脑涂地，绝无二话。起来吧。是。宝清公主现在如何？公主精神挺好，并无大碍。宝清公主自幼娇惯着长大，经历的事情少，你要用心照看他。是。你这次来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向本座禀报吗？不是，属下是奉仲浩之命前来寻找魔君需要的那名女仙。女仙？国师，属下听赤壁说，那名女仙是林月的女儿。林月当初翻脸无情，将国师打入天牢，她的女儿，我们该如何处置？不管这女仙是不是凌月的女儿，都不能落入仲浩之手。有你在仲浩的身边，开启傅凌渊已是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若魔君重返世上，那天下就真的要大乱了。属下明白，属下这次来也是想抢先找到女仙，好好藏起来，等候国师命令再行发落。这里没你的事情了，有我在，人不会落在仲浩手上。倒是你没找到人，仲浩不会起疑吗？哼，国师放心，属下自有说辞。回去吧，开启傅凌渊乃是重中之重，你留在仲浩身边要万事小心。是，国师放心，血月之夜即将到来，还请国师保重身体。属下在山林界等候国师归来。小白，你不吃也别糟蹋了，你去那边玩吧。
我怎么三杯两盏树影上心头泪清风上喉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一瞬间看透宋公子你怎么来了阿嬷你再叫我一声怎么回事？我就能听到了。好。